Hey.
心在夜，你多想不容易，依依不舍，跌跌地不舍，路上却潮在拉扯，我不接受，在这颗心站着，虽喜欢前上压倒我诉说，你爱我绝心爱树那些。
希望大家再给热烈的掌声，我们台上面的所有的 dancers， 辛苦了。我相信这一期的武林盛宴演唱会，也可以说是郭富城有史以来舞蹈最多的一个。也突破了我自己过去的演唱会的记录，也希望可以成为大家心目中的一个经典的演唱会。要做一个成就一个经典的演唱会，当然要需要大家的共同的努力。所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一个经典的场合，经典的画面，然后记在了我们在一个脑海里面。希望今天在2012年9月8号的晚上，新加坡的歌迷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歌迷，在我们这个 Indoor Stadium 里面跟我一起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晚上，制造一个经典的晚上。所以下来希望大家拿出你们的电话，因为电话里面有一个拍照的功能，我希望大家可以打开你们的电话的闪光的功能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先把你的手机拿出来，已经批准的了，是我批准的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大家，我们赶快把你的手机电话，我相信你的手机电话都应该有闪光的功能吧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明天要去买了。对，你说郭富城叫我来买的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当我数到3、2、1，我跟我台上面的所有 dancer 都会摆一个 pose， 因为今天晚上我们一直跳，你都没办法可以拍得照，对不对？所以下来了，我们会摆一个 pose， 很漂亮的，给你们大家拍，好不好？我们制造一个经典的画面，准备了没有？我们按三下，就是按完之后再按一张，再按一张，应该在四个角度嘛，四面才好，按四张好了。准备了没有？我们的 dancer 都准备好了吗？好，3、2、1。很漂亮，送给大家永恒的主题曲。经典的主题曲《爱的呼唤》，谢谢。心中炙热如火，只
跟你再相爱，从来没遗憾。爱情是一种信念，无法控制，是朝思暮想的誓言。对你的爱从没有期限，最爱听你声音，琴声的呼唤我，爱心却爱歌，徜徉风中接近你，呼吸到你的颤抖，从此不再犹豫，让心中的爱歌成为一曲生命里的主题歌。就是要去鸣谢我们一些重要的朋友，因为有他们我才有机会这一次再回到新加坡为大家表演。上来我们要谢谢的单位有主办机构